把最后一个猪蹄吃了吧。嗯，好。这个也生成钢条。我们要不要一起干杯？好，来。吃猪蹄。猪蹄。然后是。我学好满，我那个。把蛋糕也补上。我现在四个。啊，然后炒鲜蔬，好。啊，把这个蛋糕也补上。哦。哦。虽然是虚假的。会。不是虚假的呀，这个血量。呀，你说吃的吗？就是那个牛排，那个快要消失了呀，功效。我就骑会儿自行车。我这吃的是蛋糕啊，之前吃牛排呀。对呀，浪潮开始了。好。他提醒我们，存档了吗？存了。嗯。好。子弹放进去了吗？什么呀？扣弹放进去了吗？弹药放进去了。嗯。这个啊，剧情上是。我得赶紧骑一骑，给他们补点电。不，现在电是满的。你看那个，看到了吗？右边。左边是满的，右边是不是左边是稍微差几个，右边那两个你看到吗？咱俩到底左右怎么分？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吗？对呀、啊，就是左边是快是满的，右边那个就不是那个不是啊，这边这个不是啊，我说这两组啊，这两组是那个脉冲那个震扰器的，你现在骑了也没用，它已经是满的。那我旁边这个电池不充电吗？啊，旁边电池可以充，那充进去了吗？没有啊，我刚骑一会儿啊。这个这边这个弩车忘放了。行，先不弄了，开始了啊。为什么不弄？就一开始可以弄啊。我怕剩下的这个材料打乱了。啊，你没准备它的是吗？嗯嗯。嗯，那就不错了。嗯，那血好多呀。我先放个下马威来着。哦，他们要了。哦，他们开始来了。嗯、先放个下马威。不会打到我吧？不会打到我。哦，他们直接有的直接当场毙命了。哦，好多呀，好多屠夫他们啊、嗯，大白大绿。行。还有黑秋秋。行，我再去。哦，好多爆炸丧尸。Oh my god！我是不是得去开那个喷火的呀？喷火的我刚开了啊。嗯。哇，屠夫全家耶！啊，有个屠夫还拿刀子，后面丢我。哦，你们这有点过分了。天呀！过分了。我一窝一窝的。我拨这几下，我就踩着，我就不走了，我就拨这几下。哎，怎么他不打了？他需要缓冲吧？他这个攻击间隔有点。我去开那个烧的那个吧。行。我踩了。嗯。正好看看能不能烧到我。电池少了，立马少了几格。怎么了？我从哪掉下来？没事。你吓死我了！能爬上来吧？能。完了，那我回到我的位置上去了，我去踩电去了。嗯，对。到那个有空隙的地方得快点跑。嗯。啊，好多呀！胖胖的也来了，瘦瘦的也来了。目前为止我们还行。现在看看。现在是一些小的。就是。现在是小的。啊！我被打了一下。被什么呀？就被那个推。啊。啊！又被打了一下。我旁边是不是应该给我建个啥呀？他在这打我打的好准啊！对。主要是我在这骑车的时候我动不了。我得快点给他补电，感觉今晚他要发挥大作用。这会儿都是小丧尸了。嗯。我这拿着电线自己来了，大的它会响吧？你开了吧那个炮。没事，现在还是小的啊，在这边烧啊。你说大的那个炮开了吧？火焰喷射器是不是应该从这儿开始烧啊？在入口这边你是再怎么堵也没事，这么宽。哦，行，火焰喷射器到时候放两个。不，你那个大炮你开了吧？
只有像那些大炮开了，大炮开了。嗯，现在都是小的。现在这批，趁着这批，我下去检查一下。啊，对对，我也检查。哦，现在这个地什么时候开始差点塌了？哎，那个，自从有了这个铁护栏之后，这个可以定位了啊。那个旋转刀片可以定位了。然后铁护栏它那个判定更好。那它帮助判定。那总得有点好处吧？它作为铁。88，这些你都注意啊，这些已经到80了都。80直接修。这个90，所以这个开关还是啊，也是。好，行行，这边没什么。这边没什么，真是。你看我现在在哪？我要看一下震扰器，你是不是死定了？说不定它的在最上方是安全的。那我踩一下呀。啊，我们行，我们试验一下，我们试验一下。送我白天再试验吗？送我血多。白天再试。白天他不打呀，你过来快去踩一下上面。好的。嗯。既然你盛情难却，那我只能来一下了。你再踩呀，我没反应。快了，快了。哦，会打到我，我刚我闪躲了。哦，行了，我回去了。那个电池，你看一下，它有消耗了吗？右边有，快炮打了，高那个丧尸来 了，嗯，那个护栏正好挡住我的视线，那还行，能看见少了。那边一只，来了，那边一只，然后那边一只，哇，那边那个死了吧？好像是死了。那边那个死了，然后炮正在转向啊。嗯，这边也有。对，二三四五六。开震扰器，你别闲着呀！等一下，他打什么呀？三只吗？哎，他怎么打到前头这个了？他俩互相打呀！现在不是，他俩现在在互相打呢。这两个炮，我去引。天呀，后面这个炮一直在打前面这个炮。那个，你现在子弹带够了没？还行吧。怎么了？估计得子弹不知道够不够啊！好，打死了！我去开一下那个烧的那个吧。开吧。哦，幸亏多备了子弹，三只好像。待会儿去查尸体。嗯，我主要是这两个炮总是互相打，很可怕啊。我现在直接去查尸体吧，白天这尸体就消失了。刚刚好像他这边，这都77了，我得赶紧修这个地。哦，行，那我赶紧回去吧。不，我能修得过来。能修得过来吗？能。什么踩压什么的哈。嗯。这边一只，这边一个尸体。这边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怎么就一个尸体呢？远处尸体难道会直接刷没吗？那可能就一个吧。不，他射了好多花。他有好多，我看后面炮打到前面炮上了，很可怕。然后，我来了。震扰器先放一波。哎呀，这边，哦。怎么了？他们卡在这。再来一波。好了，我回到我的地方去了。然后我修理这边。这里面这也还行，这里面这问题都不大。以下的旋转刀片也定位上，挺好。
喷掉喷掉。那什么东西血那么少？是个灯啊。这上面这个桥。哦。哎，是炮在打吗？不是，是你那个制导器的声音吧？炮在打吗？没有啊。哇，这个怎么？什么声音？好像是炮呢。不是，是那个有人在敲墙吧？是屠户家那个老大在敲墙吧？哪个？我下去一下吗？哇，这边哇是。像什么屠杀现场一样。那个电池还剩一半的电了。一会儿估计还会再来一点。不来了吧？他还在等，应该还会来。来呀，我加十，我加十。哎，有上来的呢，有过去的两，第二只，才两个，哎呦，行，有到我现在今天先忙，我今天有点忙，你说你要掉那里头怎么办？掉那个笼子里怎么办？对呀，我看你蹦来蹦去，我感觉就危险，你知道，上面那个桥差点塌了，今天，上面这个桥，嗯。这个钢桥吗？嗯。哦。一半左右。幸亏收集成钢桥了。嗯，一半左右。我过去一走一过，哎，什么东西血这么少？又来了一大批啊！哦，是吗？嗯。果然还没结束。对啊，现在应该才是这波还是在。用这个震脑器把他们的血稍微啊，稍微就是削减一些啊。嗯。就开始选择困难症。我上来了好多呀！上来了很多。两三只。我看一下。啊，这边的你都。我都修了。哦。我是就是来回跑的。你能过得过来哈？能，这一半我都差不多。挺远挺远。然后到那边火箭，就是喷射器那一边侧面，我也能就是过去看一看。分情况，你要是在下面一般就会过去看一眼啊，特别跟一样有缝，是旗往哪边呢？别跟那边呀，跟这边不是堵上了吗？那你选了个半天，结果啊，火焰喷射器放在路口。嗯，继续更新。那基地好帅呀，我们吃的也好帅呀，进来好多呀。你可以再去震他，我去震他一下啊！还是你去震他一下。我刚震。让我来一下。好。哇，这个差点塌。小心啊！我震了。震了吗？哦。他看你滋滋的，你可以下来了。啊，周围没有丧尸吗？嗯，没震上，下次吧。这个为什么会掉血呢？这个难道那个在后面砸的时候震扰器打的？不知道。结束了。好。这你不补吗？嗯。哎，怎么掉血？你掉下来了呀？哦，不是，是我主动下来的呀。你主动下来，说你主动下来跟我什么关系？你掉血这事儿，就是物理，就是什么牛顿的物理定律跟我说是吗？你主不主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啊，这铡刀都没用，他们都没跑到这儿来就掉下去了、嗯。现在啊、基地感觉越来越好哈。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把这底下这一块保护起来。
这一块还靠我那几个木刺保护呢。嗯嗯、对呀、啊，这需要的什么很多，需要做的很多，嗯啊，所以后面什么还有院子什么全部都得整。现在我只是以优先按优先度啊。现在巨型丧尸昨晚哈，巨型丧尸好像感觉来了三只，没构成什么大威胁对吧？感觉三只，但是这个炮塔互相打，你观察到的什么情况？后面怕打后面的炮打前面的炮，一直在打啊，就跟之前的那一晚一样。啊，白白浪费很多弹药、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炮你得想办法把它俩换位置，还是怎么样，嗯、或者可以换个位置高低落错。不，就是比如说把这个火箭炮啊，嗯、有那个我们观众朋友，我也观众朋友也提醒了啊，就放两边啊，放这么两边、嗯、这样的话能大大减少那个互相挡住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两个紧挨着，所以这个挡住的角度大，挡住的角度大，但是他俩距离得远的时候啊，那。这个比如说这个炮挡住这个炮的射程的那个挡住的那个角度会变小很多哈、啊。但我当时考虑那你先检修吧，看看我们今天那个情况。如果把这个炮啊放在这儿，那暂时是解决，但是以后这边还是得填满，还是会填满各种炮啊，是吧？所以啊怎么弄呢？要不检修工具。嗯，检修工具。检修工具没了。啊行。嗯，好，先做还是一样，先把那个火箭炮的弹药补上啊、嗯。万一哪天他连续两天过来呢，是吧？我们以为啊，今天不来，结果他来了，那怎么办呢？是吧？那我们也没法预言什么呀，是不是？对呀、啊。啊，休息一会儿，好累的一晚上。嗯、去休息吧。我们但是你的树木还是缺呀。你休息的这个主卧还没给你建好。好，现在建了18个，啊，18个。先给它装上啊，先给它装上再说。嗯，我是得分你点吃。啊，你这也不吃啊？你还有牛排啊？你剩了好多吃的呀。25发啊，像巨型丧尸搞突然袭击啊，我们也可以稍微应付哈、啊。剩下的没打完的，我们就只能端起枪来拼了哈、啊。我真放心了。所以我昨晚我是不是跟你说，那个你子弹带够了没？哦。嗯，只能这样啊。好，我们我看一下我们机房的啊这个电啊，闲人免进啊。哎。电怎么是空的？这么一晚上就花完了？啊，吓我一跳！它是什么？它有待机电号吗？我关了呀，那它这个电都哪去了？谁偷了我的电？嗯，就自动损耗了吧，可能。啊，看来这个电池也得升级啊。嗯。民用发电厂的电池升级，然后再加一个太阳能板啊。嗯，不错。好，今天这样哈，今天我们不出去打猎了，啊，以后就是每两天出去一次哈，不天天出去了，啊，是因为这个我现在开始主家这边的建设，我也要大力开展哈，知道吗？开始建设主家呗。就是说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啊，等前面那个防御工事啊弄完了啊，再有时间再去弄啊，这样你永远没时间去弄这些哈、啊。防御工事永远没有什么能够完美的时候，是不是？嗯。啊，得自己去挤出时间啊，自己去创造那个时间去弄啊。啊，这个怎么又鸟蛋我又拿不着了？那就说明没有，鸟蛋没有。是吗？啊，就没有就没法互动啊。我们两个铁矿，两个铁锭。哇，天哪，铁锭彻底没了吗？哦，那么多都没了，那短期之内我们铁锭就不会有。我刚什么慷慨激昂的说啊，那铁锭不出去啊，开始建立主权。我出去转转了。那我们快速出去一下。铜的话，关键去哪儿找啊？他、啊、不得去找那个？就是、得去找铁矿啊！对啊，那家附近的现在都没有了，对啊、那我们就只能直接往远处走。对啊，对啊，就是说得特地去探险了嘛。嗯，对吧？没法再像你，那就去湖那边
顺便打鸭子。对。行，那这次去我们没去过的湖，我记得上次好像是这边右边地图右边也有湖，啊，今天去这边，啊，行，不急不急，我。你先准备好。啊，对对，像你说的一样，我先弄个畜油包哈。我们今天正好血量这么多，就不要浪费。啊，泫雅那个新歌好洗脑，我现在脑子里一直在回想那个旋律。什么？泫雅新出的那首歌好洗脑啊。缺氧。泫雅。啊，你说，韩国 idol 啊，我。对啊，我天天早上运动的时候。他又出新歌了。对啊，我运动的时候不是一直在听他那首歌，我现在脑子里面一直在回想那个旋律。别别别，集中注意力，这我们现在可是面对的是丧尸啊。我就控制不住，就一直在旋转那个旋律。一个竹林，一个铁板，一个铁锭。啊，它好漂亮啊！一个铁板，扔地上了哈，你后面哈。嗯。上去学习去了，学习使我快乐。天大的天底下最大的谎言。是啊，学习使我快乐，不快乐就是我的错。好。陷阱机也放进去，好。啊，我需要用一本孙子兵法。这孙子兵法是从哪儿拿的呀？发达了。好，这两个就是我的出游包哈。这大的里面啊，把剩下带的不管是什么啊，全部都放进去。然后这边这是我的出游包啊，就是也就是一些那个做陷阱的工具啊，对，那个还得做。弩车弹药啊，弩车弹药，好，做了200个哈，啊，然后那个，对了，那个我们观众朋友还提醒，就是其实弩车你也可以带，是不是？啊，你也可以带一个弩车，是不是？我之前不就，我之前不就说，我说我也带着一个弩，但是你带着还是我出去，我主要收集嘛，我包里。哎，就是我们俩都带嘛，是吧？对啊，我之前说过，我说我出门我可以自己带弩车。那下次这次就先就我带哈，下次你也我俩都带一个。是不是你不能带两个吗？啊，我带两个也行。对啊，为什么非得咱俩一起出去？那就不是不是，比如说你在某个地方采矿，我把你留在某个地方，然后我自己出去打怪的时候。啊，那我自己能应付那种程度的怪，我可以应付呀。嗯，那行。啊，就我咱俩一起出去，我的包肯定要空着装东西啊。嗯，好。是吧？好。我现在也是独立思维了。好了，我可以出发了。嗯。我们这次也是尽快回来哈，打几个矿之后回来哈。啊，你看我习惯性的手上总是拿着这个电线。我们这次去另一个我们没去过的河边哈。可能是你没去过。跟上跟上。在哪边？后面反方向。好。